精彩。各位投资者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亚洲之星，我是马明和老师。在礼拜二的行情，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很关心大盘指数，很关心成交量。说真的，投资朋友，你要超越大盘，超越整个外资法人的控盘节奏，不是看指数，不是看外资有买的台积电啊，你要怎么样帮助你成为市场真正5%、3%少数的大赢家？想想看，不要再看指数了，真的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一个礼拜多的时间，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，很多高获利的股票股价跌下来跌很重，我说跌到它的价值浮现的时候，你不要再杀了，你真的不要把股票杀在最低点。大盘指数还在9300点做震荡的时候，很多好的个股结果股价跌了40%、50%、60%，你难道在这个时间点还要去看坏这些个股吗？千万不要，真的。价值股一个一个浮现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就算外资开始改变方向，把指数拉回来，台股有很多好股票，一个一个要开始发动。在11月1号，礼拜二的盘面上，你看到很多股票真的大涨上来。说真的，你有没有赚到这个机会？我说，我马老师要帮你超越市场，成为3%、5%少数的顶级大赢家，绝对不是说说而已。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，你看了很多分析，告诉你什么？说马老师，大盘涨了1700点，今年涨了1700点，涨了23%。你知道吗？这一段拉台积电、拉大力光、拉鸿海、台塑化、中华电，涨了多少？90%。那么其他股票呢？说真的，好股票很多是没有涨。从第三季以来，我一直告诉大家，好股票一个一个要开始发动。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也看到了，来，我说你要找的是什么？类似像去年大盘回档的时候，它能够涨3倍，大盘反弹它能够再涨1.6倍。结果去年这半年时间，百元涨了10倍，涨了10倍，你说涨10倍真的很少数，很少数啊。那么你说真的能够涨50%、涨1倍的股票今年多不多？真的很多。不要说今年全部啦，下半年从7月开始，为什么我能够带你掌握到？投资朋友，冰川今天又在创新高了，27.6块，从13.1块推荐买进，全省讲座还回到12.75哦，涨到今天27.6块，涨多少？1.1倍，1.1倍。光弘涨到29.25块，不是讲最低价哦，从13.7块开始推荐买进，涨升上来涨了多少？1.1倍。投资朋友，这很难吗？甚至投资朋友你也看到了，你也搭这个搭轿插花赚到了一些。可是说真的，这些好的个股它涨了1倍以上，你赚了多少？这才是最重要的嘛。你可以买个50张、100张、200张、300张，结果呢，你看节目可能别的老师买个1张、2张，我马老师买个10张、20张，赚很多吗？我都了解，市场上有很多投资朋友看到这些个股，光弘、冰川、宇环真的涨50%、涨1倍上来，有看到不敢买，结果呢没有赚到，看了没有买。第二种，看了小买小赚，甚至看了以后呢，认为说马老师你的股票涨多了，去放空，别的老师也在放空，结果呢
股票涨了一倍，你不但没有赚到，你还被放空嘎到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我说我马老师在节目上，我讲的股票也不是说用这个绩效来吸引你入会，也不是说把这些个股叫你来替我们会员抬轿，这些重点我讲过很多次，怎么样学方法，怎么样跟着市场同步操作，这些内容为什么我在节目上一次一次一次的讲？我不是希望说投资朋友你来替我会员抬轿，就像昨天我节目上告诉你，真正产业趋势看到明年会大缺货的是哪一档股票？我说它的位阶还不到3955哦，还不到3955哦，我大可以公开让你看，我也不是要你替我会员抬轿，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你要了解，我不是礼拜一涨停板我才推荐叫会员去追涨停，你在这个礼拜，礼拜一、礼拜二，你看到很多分析会推荐这个明年我看好会大缺货的股票，替我们会员抬轿，我非常感谢。这是哪一档股票？来，我直接让你看好了，这是哪一档？3532台盛科，3532台盛科，为什么看好它？我不是昨天才买，我前面就布局好了。这张股票它的位阶点3600点，昨天涨停板，来，我们再对照一次大盘，3955的位置在这里，到了没有？昨天在这里哦，还没有到哦。大盘在9300点附近，它的股价礼拜一第一天发动，是不是礼拜一第一天发动？那么今天呢，来你看看3532的台盛科，今天第二只涨停板，第二只涨停板，仔细看好。为什么我讲说它的产业是一个大缺货？投资朋友，说真的，一档股票你如果没有做好功课，没有事先告诉你，会员会有信心吗？看一个指标，看股价涨停板了，就叫你去追，你真的敢买敢大压吗？不敢。我知道涨两只停板你也不敢买，但是我这个地方我告诉我的会员，他的产业明年会大缺货，明年会开始大缺货的时候，为什么低档不先买起来呢？在低档低量低价的时候慢慢的去布局，买个50张100张200张，说真的，你买得起，你买得够，不是这天哦，昨天、今天、礼拜一、礼拜二，你才去追涨停板，可能还买不到。低档低量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低档低量的时候要慢慢的去布局它？台盛科这档股票，前三大股东持股超过94%，大股东全部把筹码都锁住了，外面的持股6%都不到。说真的，6%都不到，是不是要低档去买？为什么我看好它？就像今天，来，我让你看一个扣讯，仔细看这个扣讯。今天盘中9:50的时候，大盘3955的时候，我说台盛科最低是这个价格，最低是这个价格，你可以自己去查。大盘3955的时候，台盛科最低是这个价格。我盖起来，不要避免说好像我讲目标，我的目标绝对不是这个。恭喜台盛科第二只涨停板，大盘最低3955的时候最低价不是压力，照我们的规划去挑战它的新高。为什么我这么讲？投资朋友，甚至你之前到我现场分享会的投资朋友，你都可以做见证。这档股票我在全省的讲座，至少全省推荐了6个场次，我在推荐。投资朋友，你买了没有？你买了几张？我说低档低量拉回来，最低还回到31.15哦。拉回来的过程里面，你慢慢去买个50张，买个100张、200张、300张，
真正涨上来。今天收盘价38.75，为什么我在之前的现场分享会，全省至少6个场次推荐给大家？为什么？我让你看原因。这是9月4号全省的讲座，2个场次，大陆新的10座矽晶原厂，未来3年12座矽晶原厂要开始开出来，明年初开始量产。对矽晶圆的需求会大增，33.4块还回到32、31块多，今天38.75。我不只讲一次，来，我们再让你看一个，9月24号全省的讲座，我还告诉大家，外资看好矽晶圆的上游材料，买最多的从粤电、那个环球晶、台盛科为什么没有大买？因为94.56%前三大股东全部锁住。你知道这些故事吗？你知道它为什么会涨吗？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只是看了一个扣讯告诉你赶快买，你敢买几张？真的，这一波压下来，从9月份推荐压下来，会员低档低量开始慢慢去做布局，涨升上来，礼拜一礼拜二好多分析都在推荐，我都知道。非常感谢市场这些分析呢，来替我们会员抬轿。为什么这么讲？这都是全省讲座，有没有？33块、34块，还慢慢回下来到31块多哦。今天你再看一次，多少？38.75。你知道他之前前一波矽晶圆缺货的时候长成什么样子吗？我说这一次大陆有10座12寸晶圆厂，明年初开始要陆续量产，对上游的矽晶圆材料非常看好。前一次在去年初前年底，台盛科从29块涨到74块，涨多少？我告诉你是前一波的走势，这一波会走到哪？电视主管机关的规定不能讲，但是我都规划好了。为什么在9月份6个场次的全省讲座？我告诉你，拉回来布局，低档低量，赶快买。这些内容再来，上礼拜五我讲了3天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下周不要礼拜一去追高，有没有？礼拜天的现场分享会我也告诉你会拉回，礼拜一真的大跌，结果呢？来仔细看，礼拜一跌 4.6%， 今天涨停板，是不是礼拜一压回来今天涨停？股价是从3位数拉回哦，3位数拉回低档爆发的个股，你说这个机会点，为什么我能够一档一档的掌握？从大底完成底部开始发动的攻击点，我带你上车，这样子不是很好吗？错过一天差距不止10%，为什么不止10%？因为投资朋友，你看到盘面上好多分析告诉你说要放空，你去放空真的有赚吗？甚至你买错股票还往下跌，我推荐的个股今天真的亮灯涨停板了，突破上礼拜的高点，要不要进场？投资朋友，这都是我事先讲的，上礼拜我告诉你说产业最亮点，未来明星产业又是非常好的集团背景，为什么在拉回来的时候不好好把握住呢？要怎么样跟上我的脚步？我希望说投资朋友，你也不要看到涨停板才来去追。台盛科38.75了，38.75，你知道吗？它会涨到哪里？有洗盘有压回的时候，我知道别的分析可能又告诉你马上下车了，马上短线又跑掉了，
你真的能够赚到大钱吗？关键重点，如何跟上这些强势主流个股？大盘指数你就交给外资，成交量你就交给政府，会一个一个利多出现。怎么样把握住这些机会？中场的资讯非常重要，好好把握，马上回来。掌握赢家法则，全市场唯一发动点操盘术，财富自由快速实现梦想，珍惜所托，珍惜专线，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人家让一个人变成一家人，从此为爱出发。欧洲年度最佳 MPV Citroen C4 Picasso。Citroen。看穿股市美大，掌握赢家法则，全市场唯一发动点操盘术，财富自由快速实现梦想，珍惜所托，珍惜专线，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他不但可当行销企划，又可当公关秘书，也是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，更可当采访记者。英1111有多种履历，凸显他多元的才华。更有一分钟动履历，第一时间展现您的光芒。1111人力银行。看穿股市美大，掌握赢家法则，全市场唯一发动点操盘术，财富自由快速实现梦想。珍惜所托，珍惜专线，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夏恩英语100%外师授课，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。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，全国分校招生中。看穿股市美大，掌握赢家法则，全市场唯一发动点操盘术，财富自由快速实现梦想。珍惜所托，珍惜专线，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，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，超强活力又节能，大火炒菜味道好，油烟一点都跑不掉。租家唔加扣扣扫哦，碗盘洗好 ，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。呀，租贵哥，奶奶 KC 辛苦，放轻松。早咖无 HCG， 行行拢熟悉，厨房五宝 ，HCG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亚洲之星。在第三季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我推荐的个股今年真的有能力去涨倍数。我第三季我讲的时候，我推荐的时候，投资朋友都很怀疑说，马老师，大盘指数从9000点、9100、9200慢慢推到9300、9400，你都还在怀疑说大盘真的会往上推吗？仅仅涨，结果指数真的没有涨很多，指数没有涨很多，为什么我推荐的股票会这么强？这是专业，绝对不是射飞镖。我推荐的股票，你看我节目好像就是看一个连续剧一样。大盘要比大盘指数超过大盘的涨幅真的不难，看1700点好多，事实上只有23%。要追过大盘的涨幅真的不难，投资朋友，去年的百元怎么走？大盘也是有回档修正啊，涨3倍，大盘涨，涨更多，继续涨一段，半年涨了10倍。我不是说我推荐的股票要涨10倍，而是说你真正看到下半年从7月份以来涨50%、涨1倍的好多档股票，那种换来换去的不是我的风格。投资朋友，你在8月份看我节目推荐，我讲的冰川，
是不是从12块、13块一路涨升上来，到今天涨到27块6，真正涨了1.1倍了，真正涨1.1倍了。全程讲座、电视公开，你都一直看到，一路推荐，涨了1倍多。8月16号，光弘当时的讯星冰川大涨4次涨停的时候，我说下一档红魔便是光弘。8月16号，13块多买，14块多买，到29.25，我也告诉你说，短线不要再追了，是不是？这两天又开始涨，拉回3天，又涨了2天。这些股票为什么我能够在低档，真正在大底完成的时候推荐给大家？想一想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说，你还在担心指数？台盛科从212块，这是212块跌下来哦，跌到3955的位置，到现在还没有到。今天38.75，还没有到3955的低点，它是200多块跌下来的，是不是？就像我告诉你，过去这1个多礼拜，我告诉大家说，很多高获利的股票经过40%、50%、60%跌下来，回到它的价值，不要再杀了。但是呢，我知道你又很害怕，市场上谁能够帮你？只有我马老师。不要把一些好股票跌到低档，真正股票低档要开始发动的，你又不敢买，那你错失的机会是一次一次，不是过去这3个月、4个月，而是接下来今年还有2个月，还有2个月，你要怎么样帮你自己真正跟上主流的脚步？我说，就像台盛科，昨天第一天发动涨停板，非常感谢，好多同业都在抬轿，非常感谢。今天哇，第二根涨停板，更多，好像每个都有台盛科了，非常感谢。我在今天盘中告诉我的会员，来，台盛科3955的最低点，你知道是多少吗？如果不知道，今天涨停板可能又跑掉了，昨天追的今天又跑了，今天涨的涨停板又冲掉了，后面会怎么走？投资朋友，如果一个老师没有先规划好，没有先告诉你说他看好的理由跟利多，叫你每天去追涨停板，你真的敢买吗？你敢买几张？就像我告诉你行情的走势，为什么我看好冰川，看好光弘，产业的趋势是什么，你都看到了。但是你说真的，投资朋友，我知道很多你看我节目的投资朋友，你有看到，但是你不敢买。你有看到，可能只有买个1张、2张、3张、5张，买不多。甚至有些投资朋友，你看这些股票涨上来了，哇，它的产业趋势好像还是没有赚很多钱，放空，结果被嘎到了，眼红，看这些股票涨那么凶，放空它，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你该赚到没有赚到，反而还嘎到赔钱，不是吗？这些观点，我在之前全省的讲座至少6个场次，至少6个场次。我说大陆明年10座12寸厂陆续要量产了，明年初对矽晶圆的需求会大增，从33块、34块，外资开始在买哦。它的量还有外资不能买很多，最主要的原因，94.56%，前三大股东，日本跟台塑集团全部抱着，没有卖，212跌下来，没有卖。你说这股票有没有机会？再看看它前一波的走势，前一波它的产业缺货的时候，从29块一路涨到哪里？涨多少？投资朋友，这些基本面跟技术面前面的走势惯性，市场上谁先告诉你？是我马老师，不是现在真正拉回来低档的时候，我就告诉大家低档做布局。那么重点来了，一档接一档的时候，
上礼拜五我要跟你预告，上礼拜五跟你预告说，下礼拜不要一开盘就去追，会有洗盘，真的礼拜一大跌。产业最亮点第一档爆发的股票，我说这档股票也是从三位数跌下来的第一档，你这个地方去买，量很大，你要买300张、500张都没有问题。股价是从三位数大跌跌下来的低档，又是产业对的趋势、对的方向的时候，你说要不要低档卡位？真的啦，上礼拜五你都看到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把这边放大一点，你看一下。我叫你不要追哦，是不是？礼拜一跌下来，礼拜二拉涨停，礼拜一跌了4.6%，礼拜二攻涨停，机会真的在我手上，你要不要跟上这个脚步？投资朋友，不要说看到礼拜二拉涨停板又觉得说，哎，马老师先预告的好像又错失机会了，礼拜三还有很好跟上我脚步的机会，好好把握住。中场的资讯非常重要，把握机会跟上我马老师的脚步，也祝您操作顺利。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拄开春布田不怕脚手冻，所以还要收草和抓虫，除了要挂是热天，整个人晒到变冷汗，这样草路不要怨叹，是祖公阿老的田，较艰苦嘛袂当放。若开力，拢靠做事了后一杯啊保力蛋。明仔载开力，保力蛋币。看穿股市美大，掌握赢家法则，全市场唯一发动点操盘术，财富自由快速实现梦想。珍惜所托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，02-2578-3777。沈淳敏玲，让家厨变大厨，看穿股市美大，掌握赢家法则，全市场唯一发动点操盘术，财富自由快速实现梦想，珍惜所托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，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掌握赢家法则，全市场唯一发动点操盘术，财富自由快速实现梦想，珍惜所托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，02-2578-3777。儿子爱吃肉，老公爱吃水果，婆婆爱吃菜，我用翠绿鲜带给家人满满的爱。看穿股市美大，掌握赢家法则。